五年世界第一的地中海饮食精华呢，全靠它。有了它，癌症的死亡风险下降百分之十七。朋友们好，我是心血管汤医生。地中海饮食大家并不陌生，是目前很受现代营养学推荐的一种饮食模式。在今年年初，《U.S. News and World Report》对四十种饮食模式的排名中，地中海饮食。 再次夺冠，这是他连续五年蝉联冠军。地中海饮食呢，源于19世纪40到50年代地中海地区的传统饮食形态。主要的饮食特色是以大量的橄榄油、天然谷物、豆类、蔬菜、水果、适量的鱼类以及乳制品、少量的肉制品为主要特色。 二零一三年，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将地中海饮食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地中海饮食呢，最精华的部分就是橄榄油的使用。流行病学研究指出，橄榄油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，特别是油酸，既能降低冠心病的风险，还具有抗氧化作用，能够。 控制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，具有抗炎、抗氧化、抗高血压等作用。近来，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系的研究发现，吃较多的橄榄油代替黄油或乳制品所含的脂肪，能够显著降低死亡风险。在二十八年的随访过程中， 每天吃大于七克的橄榄油，全因死亡率可以下降百分之十九，癌症死亡率下降百分之十七，心血管的死亡率下降百分之十九。在适当范围内，橄榄油摄入越多，死亡风险下降越明显。现代生活方式的改变，生存环境对健康的影响越来越大。以前少见、罕见病。 现在都变成了常见病、多发病。提倡地中海饮食对于健康的贡献非常明显，适合我们亚洲人的地中海饮食的原则是：高纤维、高钙、抗氧化。具体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：第一，多吃橄榄油、菜籽油，要低温清炒，补充好的胆固醇。 第二，丰富水果的摄入，少吃红肉，多吃豆制品、海鲜等。第三，适当补充坚果类，适当的喝茶，减少酒精的摄入。总之，地中海饮食逐渐的走入百姓家，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，多吃橄榄油，对健康意义重大。我是心血管汤医生。 今天呢，给大家推荐了地中海饮食的优点，欢迎您关注转发。朋友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